法院判决当然会败诉，是因为在时间点上的认定不一样。法院并没有否定中广作为国民党附随组织的这一个事实啊，那只是时间点上的不一样。那当然我们会与律师商量之后，我们会提起上诉。那这两点在法律上的这个认定哈，适用法律的适用上不太一样。好，那所以就这个问题，我们也一并会与律师商量后提出上诉。